要来大合唱啊。那听说有时候大家去 KTV 的时候也都是跟三五个好朋友啊，在那个包房里包厢里面大家一起唱歌。今天我们就让这个现场几百或者甚至几千的朋友啊，今天我看到有几万的朋友啊，好多人啊。OK， 那我们就大声一点一起唱《我爱他》好吗 ？OK。你们从内心发出来的歇斯底里的那个呐喊声吗？一二三。